Ray TV， 大家好，我是 Ray， 今天带大家来到一家很特别的店哦。它名字很特别，叫做 Shapa， 是一家以外带为主，使用高级的材料去制作。从店名看得出来，他们主要商品是虾球、一整只六味炒虾，帮你剥好壳，现炸处理。那你可以外带呢，也可以吃到美味的料理哦。今天来到的是他们的新景点，位于 HG 福放的一楼。位置还蛮好找的，刚好位于星巴克的隔壁就可以找得到喽。店内环境呢还相当整洁，也可以看到店员现炸食物。除了主打虾球之外呢，还有很多其他商品哦，像是干贝啊也都很棒。没想到外带也可以吃到这种等级的食物。店家还有提供三种香料，可以依照自己喜好去添加。有用餐空间，可以在这边享受美食，也可以在往电影院边欣赏电影边享受美食哦。这是我今天点的餐，把他们今天点的商品跟大家做个介绍。是他们的蜂蜜桂花酿，甜度呢稍微偏甜，使用前记得要稍微摇一下再喝哦。旁边呢可以看到一个很实在的桂花，是他们的栗贝鲜酥。这是他们的干贝串。这样子共有六颗，大小很大哦。旁边放个硬币，让大家比较一下。虾爬棒棒，它没有深层口味，有干贝、章鱼跟虾子。这是第一种叫干贝口味的。章鱼口味、虾子口味，接下来是化骨绵鸡，他们重点商品虾球，一整只的六 A 炒虾呢，帮你完整的将壳去除了，再经过细嫩的细心调制，咬下去仿佛咬下龙虾般的软嫩。想吃虾又不想剥壳，吃这个就对啦。店家资讯呢，我会放在下面资讯栏中，大家可以有下面直接连结哦。我个人蛮推荐他们虾球的，大家可以来尝试看看。今天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